无定就是小云登来看见啦，紧起来啦！我小云在世的时阵，刚小怕我一个人啊，你万不要看我的囝。你别看我手面皮啊，你不是讲你唔惊？我有看到你寻人启事，面顶这个查某囡仔。你有看到我小云？今嘛在倒位啊？这结束兵怎么下面了？阿内当柏林一个平安呐？那是靠你一支头毛，我就用命跟你拼。你这棍炮，领导绝对拢给散体。 他们今日才跑看门啊！张耀宗，陈伟，陈欧人欺负袂当讲，这我明明是对的，我讲我不留，跟他争论，我唔敢话，我唔敢话，我唔敢话啦！咱公司到底有啥物代志要庆祝？那有遮侪回呐？欢迎 Marco 回归百福众望所归。我刚有准备庆功宴邀请卡。 诚挚邀请您一同参与 Marco 接任百福新总裁庆功宴，容易坐起来感觉就是无同款。总裁张文斌，免外久，这块摆在顶面的名，就会换作总裁张耀宗，属于我 Marco 时代的未来。<笑>。我认为，你个说话不灵，要继续委屈，点点空白啊。啊？ 记得订阅我们哟。